谢谢主席。我们请我们行政院呐、啊，我们苏院长，请苏院长，还有我们卫福部啊，市长啊，何市长，那个人劳动部啊，许部长，劳动部许部长，一定有辛苦哈。会员你好。感谢院长，还有带领我们这个整个执政团队啊，那这一次的一个防疫啊，带给国人呢、啊，这个很大的一个安全感呐、啊、哈、哦。那今天请院长上来啊哈、哦，那其实最主要是要请院长啊，听看麦啦，哦，啊来做一个裁决啦。安怎讲呢？这个整个国际的一个疫情哦，在全世界烧，那。大概每一个政府规定拢愈来愈严啦，那随着疫情的一个变化，这个千变万化，政府有一寡措施出来，我本席认为这个都非常合理啊。可是呢，有一些啊，是不是也该值得检讨的地方啊？我别人讲拢讲袂完车，我感觉院长听听了后，一定会当做一个裁决啦。你像譬如说，院长你只要有时间，等去屏东去东港，去大概学路。因为你即马迄深水码头，你讲即个今年年底还有一个升级出来嘛，吼。可是呢，在昨天呐、啊、开始啊，今年迄位一句涨第一尾就抓到啊，吼。大家即马就痛价开始要会当拍袂即第一尾啊，吼。但是呢，最近呐、啊，尤其这两三天呐、啊，本席也接到了一些渔民的。足艰苦个，伊就是讲啊，无代无志，甲阮关伫码头啦，是咧甲阮关安怎个？为什么他会被关呢？这隔离啦，买卖工被关啦，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从四月、五月、六月，这叫做黑尾鱼季，这一定要想清楚，这是对这个东港甲小琉球，甚至南方澳啊这人，这算对因来讲是足重要个，这三个月啊。可是我们现在的规定就是说，只要呢你有从事海洋转载，还是你船员有异动，啊是讲啊你进入他国的港口，啊是讲你并船交流有会船呢，啊是讲接受公海登检呢，有只全部拢该隔离十四天。如果说我十四天为别个国外基地回来隔离十四天，怕跑啊？渔民说：对，政府本来就该做。啊！你讲即马我来因为货船，安尼回来讲安尼要甲关十四天，没有道理。我举个例子，一路咱两个拢掠鱼，咱要出来掠乌暗证。今天晚上为着要庆祝，还是要比赛看咱这个月咱两个上掠较济，咱两个烧酒啉啉的，咱两家啉烧酒，啉啉的无代志，明仔载拢出来啊。咱两个啉烧酒，拢社交距离好1.5公尺。隔天我们两个出海了，出海去抓鱼，掠到一半，我无油，有可能无水，啊，可能我要啉一罐那烧酒，同我甲你照。船跟船之间呐、啊，调度嘛吼，安尼会船，等下爱关十四天，啊道理。如果说为了严格来防疫，这是有道理的。我现在发现一个啊，渔业署没问题啊，市长，渔业署本来给您报啊，提案啊，到你们防疫中心提案的是讲，啊，只要呢十四天，那为基地回来，啊呢，迄、那个隆重会当爱隆重爱迄个隔离十四天，您敢拍枪？因为我未使爱30天。哎、欸，啊，渔业署啊，我听你的，即马防疫中心上大30天，可是呢，一会个船，恁到底是会不会搞错了？你们以为渔船跟渔船会船是人跳过吼？因为我你看一下，啊，什么处长你看一下，会船是安尼呢？一只嘛唔是两只船啊吼，中间那个是旁边的碰电临时把它装一装，这一定要做清楚嘞。那个装红色白白的呢？来，第二张你甲看到，啊，你甲看咩啊？就安尼，就载过来，照泡面，照烧酒，我物件载过，安尼，当我弹起呢呢，安尼等于爱14天哦。这院长，我会觉得，这个我们有没有可能啊，来放宽一下？就是讲，四个月我要抓乌托了，啊，我处理一抓，你就等下甲关14天。啊，我一个月就破消去啊咧！
那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？你说要严守防疫中心的规定，我也尊重。让我帮你们，我们一起来想一个更好的办法。啊，不卖隔离14天，一定我给他赶出去。您都卖回来，整补了，整补结束以后加油，然后你把你的米还有你的盐，宽宽的料上我的料。你咱感觉伊惊危险吼，啊，无你搁出去掠伊，公海搁回出去掠伊，哎，这嘛好代志啊！我们不是只为了防疫吗？啊，这嘛大家哀哀叫，我哎，拢今嘛你都关你，一定关你健保险吗？啊，电话拍来啊！委员，你嘛反应就是咧，敢关安怎的？啊，我一禁就14天呢。没有那个第一围出来的时候还没问题，一第一围出来以后，哦，要死我嘿！因为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了，本局长，听听你的看法。好，多谢委员，咱拢读法律的哈，你一定会记得咱刑法的大儒韩忠谋教授下刑法原理迄，那个序文，伊迄个序到今我还阁会记得，伊讲法条有限。而世事无穷，欲以有限之法条绳无穷之世事，在世所难能。也就是说，法条有限，而世事其情万千。即嘛，咱的规范有限，但是这各种情况万千。所以委员刚才举的例子，各种情况，我请法这个卫务部，就如果没有人碰人。只有船丢货上船，或者船员他根本下货后又出海，各种情况不同，应该另作规范，那和卫务部斟酌。感谢，是安怎讲？你敢知？市长，这可能你唔捌看过啊。您的社交安全距离即马户外偌济？一公尺宽？一点。1.5 哈，户外一公尺。你看渔船跟渔船的社交距离，看，你看这几十公尺呢，这在加水啊，啊一条在加油啊，是的，那个人都没有接触啊，啊你们都把它想象成会船，就是像海上海巡署登船在临检一样，没有这种事啦。会船是足远的，你也唔知几十公尺的啦，这图我无摕出来，因为有物件你嘛唔知啦，啊你像这安尼，安尼就14天。啊！我14天我都唔免转嫁去啊！14天，你掠黑尾鱼，你嘛爱食黑尾鱼嘛？对不对？你讲你安尼紧紧到尾，你连你黑尾鱼都无通食，所以我会觉得防疫我们多严都没有关系，国人可以接受，连渔一另外渔民也可以接受哦。但是渔民甲我讲，啊，你这甲我无厘头啊！伊讲无，你莫甲我关，你莫甲我关14天，你甲我赶出去，佮赶我出来掠鱼，拢袂共影响到别人。合理吧？从院长刚做这样的才是市长也塞了哈。另外一个啊，那个市长请回啊哈，我就必须要来提出来，再来就教一下劳动部跟院长。院长，你给他听话，讲得有道理无？2016年1月20号，啊，那阵远洋渔业三法哈，咱为着要解决欧盟迄张黄牌，咱就一发明。咱就讲，咱的法规不健全，然后欧盟压力兵临城下，咱就修改，逐渐严的法律。那我们呢，当初也去从外籍渔工啊，大概定一个450块基本薪资嘛，吼，这部长知嘛，吼，印尼啊要求700，咱讲后黑，全世界都无人较济，你要敢700，咱就定一个450。那渔工跟船东或者跟中介。因就开始讲爱钱偌济，啊，但是呢，一定要想清楚，外籍的鱼工若来啊，有时啊艰苦嘛，就一个月就算你啊，啊，为做两个月，做三个月啊，所以当初啊，大家都会去签，签讲你只要哪家提一个月先扣100美金嘛，扣100，以后你来甲偷算你了，只个钱要让你买机票回去，一定就是安嘛，契约就着安尼签嘛。没有，所以106年1月20号以前没有这个事情。好，106年1月20号以后，大家就开始签了，扣一百，扣一百，结果好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渔业署开出了，农委会开出了100多张的罚单，这样罚单拢100块人，100块7年啊，拢
这我阿姨协调有对的，咱的政府拢共协调有对的。伊讲这个新华很严，没错啊，这个缓冲期吼，啊，大家来配合，大家来改善。现在几乎也改善了一半以上了啦，吼。啊，但问题是讲，当初共讲要缓冲的，伊另外即马即个罚单安尼一张一张共开出来，就渔民就怨声载道，伊感觉讲，哎，即马咪咧防疫，哎，政府是无代志做向。法家拢无别行人法啦，法家即马咧敢罚当初100公里、100公斤，所以我跟院长报告，我感觉这个无道理。尤其有的渔船一届客着五张，下一张拢50,000呢，啊嘛有250,000呢，啊佫禁港一个月呢。院长，我认为这个吼，政府既然当初有跟人家讲说新法上来很严，缓冲期啊，大家要修法。哎，哪有两三年后我收到两三年前的这样的一个罚单？这个没道理，没道理。而且现在因为咱即马在纾困嘛，咱即马在纾困对不吼？啊，纾困，咱就讲渔民爱照顾。因为我甲你看一个，我拢去鱼市场看，即安尼啊，你看遐啊，遐百托一百，遐本地220啊。哦，啊无上少是嘛，阁有100-109啊，即卖迄些是红一百，迄个剩一公斤剩100尔，啊水的啊着140啊，要大家做伙去啊。就是讲，这波疫情内底啊，啊有足济人啊，鱼缸啊歹请啊，全世界都拢封城啊嘛，外籍渔工也没办法出来了嘛，啊船啊着绑伫鱼缸啊，啊着较少人出去，啊为处理了，掠了了，啊嘛无餐厅，嘛无消费啊。拢在等啊！好，我们现在政府说纾困，那我们要纾困以后呢，又碰到一个问题，环环相扣。因为我都要跟你讲一下，就是讲，你罚单我有跟你还呢，你无缴，你是要哪纾困？碰到一个两难的问题。渔业署我讲，署长，咱要讲纾困是不是罚单爱罚了？啊，咱罚单一定爱缴，但使纾困。渔业署讲，无，我无这个规定。但问题是，咱的农经局，他的作业要点就给你规定，你那罚单没有缴清，不能纾困，不能放款，他咧靠道理。我如果渔民拿到这样的一个纾困，我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呢？摕钱来缴罚单啊，嘛是你政务专职的手去收回去。因为我感觉想一个办法，我今天。本席质询的作用，但是就是无法度解决，就卡在那个地方，一路咱都耳花落来啊！翻骗法律没有这样的一个母法授权，但是问题是你要纾困那种要点呢？我只要给你丁书上给你卡一个，给你注记一个，唔啊，你遐都即只搁罚单都还袂记埋，还袂缴的啊，袂使让你纾困钱放袂落来，渔民都哀哀叫啊！我就是要来，你就是要来缴罚单。啊，唔得，你甲纾困，政府其实无了了啥咧？一六是不是这个也可以？啊，劳动部家你嘛应该了解啊。你像拄啊，迄个契约迄部分呐，迄嘛拢总清清楚啊。一六这个是不是会当倒下手啊？哦，合理嘛？因为我讲安尼含事实就不用争辩啦。事实我若是在乌白讲的，你就讲啊，你总爱上你乌白讲，你总接受人家讲这唔是事实的，也使处理。就是讲这个事实啊，就这么明确。那个渔业署他也很清楚，可是就卡在有法单无缴，都袂当纾困。这院长，你感觉你这规个国家你咧花的，这个应该会当裁决吧？迄个委员，咱拢做过律师了，连法院的罚金嘛会当分期的嘛。到底有咩？啊，这大概部长伊这啊，伊嘛律师，伊嘛知啦。是啊。可以，这款的哦，都主要是咱要纾困，就是陷于困境，啊，想办法小套的啦，安尼啦。啊，做些拢会当解决啦吼。感谢院长，我最后有一个问题，那个劳动部部长请回了哈。咱第一线的医疗人员真辛苦，市长也可以请上来一下。这一次在防疫的时候啊，我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呢、啊，也为我们第一线的人员提出损失的一些补偿了哦。我今麦去看到，连北部的，足大间啊，一间，因今麦连出动什么呢？
牙医师啊受训，中医师啊受训，都很担心呐、啊。我觉得这个超前部署非常好了、啊。你给他还乐吧，你大爆发的时候医生欠人啊，所以连中医啊、牙医啊，大家都飘来，你知不知道？市长你可能就知道，那长庚嘛，哦，大概这是好代志嘛，哦。可是呢，医师每天一万，护理师每班一万的大方向。我要讲的就是讲，敢干那只个人尔，你嘛爱想看卖哦。你像比如说，有住院的医师、值班的，或者放射师、医技师、呼吸治疗师，这恁比我更加清楚啦。啊，但是就是讲，最近大家赖拢会收到遐尼那济啊，这个范围啊，也。好，谢谢。